好听了，感谢他们的倾听演奏。就是啊，这曲子不单好听，而且唱歌有半个小时之长，这怎么弹出来的？我简直是不敢想象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，这一定是多年练就的真功夫。你知道韩梅女士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琴的吗？听说大概是5岁吧。对，从5岁开始学习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允许我介绍一下韩丽。韩丽，钢琴演奏家、教育家，5岁开始习琴，先后师从众多名家，并获得钢琴演奏学士学位、音乐教育硕士学位，曾任广州乐团钢琴演奏、武汉乐团首席钢琴、深圳招商局艺术团艺术指导、台湾中原大学音乐教师。韩丽钢琴教育中心主任，先后获得全国企业之星音乐大赛钢琴独奏2等奖及优秀伴奏奖、中南五省室内乐大赛1等奖、台湾宜兰市市长龚在乡土音乐教育奖等一系列奖项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提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2016年，在多伦多曾经有一场非常大的演出，大家知道是哪个演出吗？钢琴奏。对，啊，就是我们纪念二战胜利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和平颂》。在这场演出里面呢，韩丽老师担任这次演出的音乐总监，并担任这次演出的一个节目，就是著名的钢琴和大提琴合奏曲《听得清真的名单》的钢琴演奏，也是非常震撼。是的，他的演奏是撼动人心的。真是这个催人泪下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要代表《和平颂》制作组，谢谢韩老师的贡献。是啊，无论是从湖北到深圳，还是从台湾到多伦多，韩丽女士所到之处，总与钢琴有着不解之缘。目前，韩丽教育中心呢，已经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学琴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祝韩老师的教育中心越办越好，培养出更多的小钢琴家。对，小飞呢就是韩老师的音乐学生。对，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庆文小飞呢。庆文呢今年16岁，现就读于 Unionville High School。 大家都知道这所高中呢是一所以艺术见长的高中，许多有天赋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学习。小庆文呢自小跟随母亲学习钢琴，他在母亲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台湾钢琴大赛，获得了宜兰县第一名和全台湾的2名。他不仅钢琴弹得好，小提琴和中提琴也相当了得，曾经代表他们学校参加了全国的小提琴比赛，获得了团体的冠军。哇，好厉害。是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我想说呢，这对母女的艺术细胞呢是来源于他们的艺术之家。韩丽女士的父亲呢是我们国家的1级指挥，她的母亲呢是著名的舞蹈家，他们带着对后辈的无限期望，风尘仆仆的从武汉赶来了。今天她就坐在我们身边，请韩老师站起来跟我们大家见个面好吗？我们今晚的音乐会能够成功举办，还要感谢那些友情赞助的朋友们。在这里我要提一下黄春辉先生，他本人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，在大学就自学小号，移民以后呢改行从事钢琴调音工作，曾先后在数家多伦多的著名琴行任职，目前是美国钢琴技师协会的会员，并且担任 Steinway Piano Gallery 的专职技师。请黄先生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？哪里？我们还要提到这个场地的主人 Jason， 他把刚刚装修完成的这个音乐厅呢提供给我们使用。 Jason 请站起来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吗？ Jason 不在吗？还在忙哈。OK， 那我们谢谢他。好，谢谢 Jason。感谢为我们这次演奏会提供钢琴设备的Grace 女士，
这些朋友都是源于对音乐的热爱和真挚的友情，为今天的晚会提供了莫大的帮助。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。接下来的曲目呢是六首卡农风格列举曲中的第二首。Next piece, The Studies in Canon Work No. 2, composed by Robert Schumann, arranged by Claude Debussy, Opus 56. 在1891年的时候，德彪西将舒曼的为踏板钢琴而作的列举曲改编成了双钢琴作品。经过改编的双钢琴曲目呢，更突出了对卡农表情极富的运用，并将其名字改成了六首卡农风格列举曲。今晚母女俩为我们演奏的是其中的第二首。克劳德·德彪西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、钢琴演奏家，他是印象派音乐的奠基人，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、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。他开创了印象主义音乐的。这是新的新型音乐风格，因而备受我们后世作曲家的推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曲目叫做《自由探戈》。Libertango, composed by Esther Piazzolla, arranged by Pablo Ziego。皮亚佐拉是阿根廷著名作曲家，他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。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作品之一。那么这首快乐的自由探戈就是皮亚佐拉对电影《探戈客》所创作的主题曲。是啊，在阿根廷呢，这个皮亚佐拉被尊为探戈之父和阿根廷国宝。现在有请二位。有请阿丽、丽娜。
我要让大家的耳朵换一个口味，我们来一首静雅静谧的中提琴独奏。好啊。这个曲目呢是中提琴的独奏西小调协奏曲。Viola Concerto in C, composed by Johann Christian Bach。这首西小调的协奏曲呢，音乐特别简单别致，有如一篇高尚圣洁的抒情诗，在音乐当中呢，可以享受到庄严的色彩以及冥想的空间。这位作曲家巴赫，不是我们读书的那位世界音乐之父巴赫，而是那位巴赫的最小的儿子小巴赫。这位小巴赫的音乐风格不仅仅有父辈的影响，也融合了意大利的明朗、轻快、流畅的音乐优雅风格。这首西小调协奏曲是他于1768年的作品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小薇娜为大家带来这首中提琴独奏，由韩丽钢琴伴奏，有请。Thank you.
要带来的曲目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曲目，是格里格的作品协奏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6号 Piano Concerto Opus 16 First Movement Composed by Edward Reed。 这首曲子的作者是挪威著名作曲家爱德华·格里格，他是19世纪下半叶挪威民族乐团代表人物。这首乐曲充满了北欧苍绿的森林、巍峨的山峦所孕育出来的清丽脱俗、色彩鲜丽的情调。聆听此曲时，激发我们想象、打动我们情感、陶醉我们心灵的，除美丽的旋律和清新的管弦乐色彩之外，最主要的还在于荡漾在音符间的诗情画意。今晚母女俩为我们演奏的是第一乐章《中庸》的快板，有请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，没有爱情，没有亲情，没有友情，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孤独和黑暗。让我们人人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。一首感恩的心为我们今天的晚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感谢韩老师，感谢丽娜。钢琴声如天籁，奏出心中最柔软的歌谣。歌琴声如剑溪，弯弯延延，千折百回。钢琴声如心声，它诠释着弹奏者内心的波澜起伏和心理过程。钢琴声如泉水，行云流水般的从指尖倾泻而下，配合着心的律动，静默的融入心。演奏会已经接近尾声，母女俩精湛的表演为我们带来了艺术上的享受，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今天美好的夜晚，谢谢。让我们把祝福掌声送给